来自中国北京。我来自中国浙江杭州。中国浙江温州。北京。我来自中国广东。我来自中国北京。我来马来西亚将近两年。算上今年应该是第六年了。差不多四年半。一年零二个月。一年。两年了。十个月快一年了。我在过年的时候最想家，因为我看到大家就团聚在一起，然后就会很想家。过年的时候因为这边认识人比较少，比较冷清，中国热闹一些，所以比较过年时候比较想。就是每次在临近中秋节的时候会最想家。最想和爷爷奶奶，他们年纪都挺大的。我最想跟我的家人一起过中秋。我想是我的奶奶，我很久没有跟她相见了。我奶奶之前跟我一直关系非常的好。我爸爸妈妈吧。家人。我最想和父母一起过中秋，因为每次不然就是在中国和爸爸一起过，然后就是在这边和妈妈一起，就还没有跟爸爸妈妈同时过过中秋节。我最想和父母一起过中秋。我希望你们在那边可以每天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自己成绩好一点，然后中秋节快乐。今年这个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相聚，今年的我也即将面对统考，这压力也比较大。希望就是说统考之后能有比较多的时间，有机会，然后疫情也能比较好转，可以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相见。就爸爸妈妈，我今年十六了，上高一，我会好好学习。然后你们在中国不要那么辛苦，好好休息。最后中秋节快乐。今年是我来到马来西亚的第六年了，也是最后一年，我将面临高中统考，希望可以在统考的时候取得好的成绩，来报答我的爸爸和妈妈。谢谢。希望父母不要太担心我们，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想对爸爸说，希望你在中国可以照顾好自己，要按时吃饭，多喝水。然后我在这边也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最后祝您中秋节快乐。